情话，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，精确的算法，隐形的盔甲，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，目标原本就看不见，崭新的梦如何实现，从原点到终点，地平线有多远，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，冲破层层的包围圈，未来赛博一剑，一幕幕实现，以梦为马，世界复杂，简单的心去对答，一步一步出发，低头指向天涯，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，感动着脚下棋，我是看不懂，人我能看懂啊。盛景初感觉有点着急了。这棋我也看不懂，人我也看不懂。老常啊，你这不又不行啊，半天下不了一个字儿。你看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再说一遍。你这属于坐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行你上呀、啊。嘿，你说我说一句还不行了、啊？你看，气死我了！不给你喝。哎，小蛋蛋，撤。哎，啊，哎，老谢啊，哎，你看这个白棋啊，这第一杆粘上来，是啊，你看，这黑棋就很难两全了。要是按照这个小柯的这种性格啊，他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。我跟你说，小柯这几手可是太狠了，明显是想速战速决呀、啊。哎，不过，白棋现在粘上，嗯，一边是要跨断，另一边是要打吃冲出去。能不能封住白棋啊？嘿，嘿，姚科九段的这步棋很让人意外啊！一子解双争啊！嗯，这手棋太妙了，黑棋同时可以护住两处，
小柯早在分段前就看清了这一步。是是是，这义子姐双筝可是对于局中罕见的奇行啊。嗯，我跟你说啊，小柯这孩子挑战十番棋，可不是随便嘴上说说，是，他是下了大功夫的。嗯，景初现在是危险了，有点悬呐。哎，这姚柯出了一个妙手，盛景初是不是要输啊？这才第一局，还有九局呢。不是。 第一局多重要啊！第一局输了，气势垮了一半。闭嘴，小声点，你看正面，多少人都笑他输啊。盛景初陷入长考，能看出来，姚柯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 怎么了？这是。我紧张的我都要吐，我这心都要炸了。你先回比赛现场吧，我出来透口气，等比赛结束我再进去。我看结果了。 我不敢看，瞧你这点出息啊！都怪我，怪你，怪你什么呀？这段时间我一直跟他说要出去旅行的事儿，结果他一直都在花时间做攻略，没怎么练棋。他之前赢姚柯根本不会这么困难的，全是被我给拖累的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小班级，从来都没像现在这样担心过一个人。
绝了。景初那手交换，就是为了长出一口气呀、啊，和黑棋对杀。现在白棋快了一棋，精彩，太精彩了。这回是大局已定啊！啊，景初计算的可是太深远了，谁能想到刚才那手弯，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嗯，原来他是要从这儿逆袭，反杀黑棋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哦。是的。观这盘棋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，没想到能有幸目睹这样的精彩翻盘，盛你出棋手的实力着实是让人叹为观止的。哎呦，小柯的，哎，这手病啊，味道是很好，不过就是给白棋松了一口气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哎，如果这手贴紧住白棋的气，那这盘比赛的结果可就改写喽。哎呀，不应该呀、啊！30。师弟，承让了。眼前怎么红红的？没有。你比赛怎么样啊？到最后也没敢看。胆小鬼，就这么怕我输吗？你说过，输赢对你来说很重要。你喜欢赢，所以我怕你输了你会很伤心。
所以你就一直坐在这儿。我去给你买糖了，救命神糖。 还没跟我说你赢没赢呢？现在可以吃糖了吗？你是。 高兴高兴啊！慢点慢点，哎，大董，我这那帅就那帅气啊！你看我小女婿那个实力，那个长相啊！哎呀，厉害呀！你看我大女儿啊，那个气场啊，怎么样？这就叫什么啊？这就叫，人中龙凤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小女婿就是龙，我大女儿那就是凤，对不对？别臭美，别臭美！老常，长岔皮了。 什么傻逼了？你就知道一条龙一条凤啊！啊，我们家不单个人是凤，小女儿是凤，我小女婿就是龙，我们家全是龙凤。你们家店，行行行行行，老陈啊，你们老陈家一家子都是祥瑞，都是神兽，再行了吧？什么神？不给人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嗯。 你看就看，你别色眯眯的。程叔，你们家大女儿程烨就是我的梦中女神，她是我的完美理想型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她。除了她，我眼里根本容不下任何女孩。我真的想一辈子跟她在一起，要不你就把我这个女婿给收了吧。 哎，程叔，其实我也是一条龙。你怎么也成一条龙了？我真的是啊！对对对，你是一条龙服务啊！来，起来起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还挺有创意的，你还喜欢小艺啊？我梦想，自己想想就行了啊！告诉我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千万别傻了吧唧跟我大闺女说，你了解她性格了，她上了哪一阵？走走走走。 所有人都鄙视我，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江玉达是什么样的人物。我别慌忙了，进来刷碗。哎，来。我第一次见你比赛之后这么累。这盘棋下的非常艰险。 姚赫的一字棋声针下得非常漂亮，我算了很多种变化，都对我不利。我猜他一直在中间计算，所以就在别处试探了一下。为了长出一口气和其他黑子对杀，但他如果紧住气的话，我就没有翻盘的可能。 这就是十番棋令所有棋手敬畏的地方。双方越来越了解彼此，拼刀毫无保留。姚科
现在恐怕是最了解我的棋手。念家哪儿也没去，椰林输赢，水清沙白的马尔代夫也泡汤了，是不是可遗憾了？我不遗憾啊，马尔代夫常有，可是石帆棋不常有啊。看你比赛，我都觉得特别过瘾。就是啊，心疼你太辛苦。可是你好不容易攒下的年假，我明年再攒呗。你呢，就安心的备战，我呢，就做好我的熊猫饲养员。旅行是巨开心，在家是小确幸，我都喜欢。呀，快闭眼，我要继续按。哎，对了，今天的祈福不许换啊，这个叫做圣祈福，之后的比赛也不许换，听到没有？小婆，就差那么一点儿，一颗棋子的距离，我差一点就赢他了。我怎么会那么蠢啊？我在那个时候轻敌，轻敌。哥，你不是还要下九盘的吗？下次再赢回来呗。下一次，我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的机会，绝对。大清早上就玩游戏，能不能用点？还真是在用功啊。一对三，现在水平非常可以。来了小馆之后啊，就没再输过了。你这都是在跟谁下？业余棋手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暂时还是不要跟专业棋手去下了。求自知之明。你这是要转行啊？没有，我们公司在策划一个美食栏目。怎么都是一些外国的美食啊？嗯，总监想要走全球视野路线。我跟你说，千万别，多都不敢说，几十个国家我还是去过的，各个国家的美食我都吃过，什么法餐呐、德餐呐、意餐呀、西班牙餐呐，美洲餐倒没什么好吃的。要说好吃的，那跟中餐比起来真的是差远了。你们总监也是够奇怪的，放着家门口的宝藏不去挖，非去国外捡这些垃圾。你真去过那么多地方？我看起来不像吗？啊，当然了，你们做电视节目的，我也不是特别明白，我就是随便说一说。要是论厨艺啊，那还是属于程大厨，厉害得很。你少来给我臭皮子！我说的是认真的，相信我，高手在民间。你现在的确是被民间的高手给赢了。那超时了。行啦，输了，好好练棋吧，我得上班去了啊。我每天都在练，但绝对不会占用阿姨的时间。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你不会是要跟我比心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套路我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。
补充能量。谢了。姐姐，注意安全啊。表情包，你先吃个开心的吧。你敢破坏我的表情，那可是我一大早上就做的呢。其实我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让你试一下把所有的食材放在一起吃，分开吃那真的就是辜负美味啊。好，听你的。聊聊，我的比赛用光了你所有的年假，其实我挺惭愧的，所以我想在下一场比赛之前利用休赛期带你去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虽然没有蓝天白云椰林树影，但是一定会让你记忆深刻的。去哪儿啊？保密。爸爸，今天喝酒了没有呀？没有啊。我亲爱的爸爸，我最近工作太忙了，都没时间好好跟你聊聊天，我都想你了。想买什么？直说。你这套路从小玩到大，你真当咱妈傻呀？我那是小时候啊。你说说，我上班以后花过爸爸一分钱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惹祸了？我没闯祸。那个，哎呀，就是我这周末想要出去住两天。去哪儿啊？我想跟盛景初出去玩两天。你们俩这么快就住到一起去了？出去玩不就住一块吗？啊，治疗，旅行没有问题啊，但是不能住一个房间啊。我们俩就算是住在同一个酒店，也不会住在同一个房间的。哎呀妈，你吓死我了！啊，那行，旅行可以去，去吧去吧。同意了。啊？那我收行李去了。啊。啊，志啊，千万不能住一个房间。
我睡了很久。你最近太累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是你的眼睫毛。我看过一个传说，只要知道了对方的眼睫毛数，到了黄泉和阎王通报一声，阎王核对正确无误之后，两个人就可以不喝孟婆汤，这样就可以永远记得对方，来世还能再做恋人。那你继续数吧。我都数完了。你的左眼一共有141根，右眼有142根。那你闭眼，给我数。你还真信啊。左眼149根，右眼150根。这么无聊的事儿，只有和值得的人才会在一起做。那我以后每天都要说。哎，你还没说要带我去呢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风景真好。这是我生活了6年的地方。这是你小时候和你爸爸妈妈。不用这么沉重，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我是带你出来玩的，开心一点。那边有一个小灯塔，我小时候呢经常会爬上去看看。想去吗？想。我带你去。星星和夜的邂逅，你将我的心思看透，甜甜的柚子汤也仿佛在开口，悄悄说喜欢着我，让我偷偷猜，是不是你也在期待，心底那一句Nice to meet you。是这儿吗？爸爸妈妈不喜欢城市的喧嚣，宁愿上班远一点，也要住在这里。
这个是我的房间。这个里面？嗯。这边是爸妈的房间。哦。一想起来，这是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感觉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故事。我倒想到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我们可能要一起挨饿的故事。这煤气也打不着，应该也没什么食材吧。以前都是小七打理这个房间，所以。不是说要去找吃的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赤峰啊，我是想来这上面看看有没有便利店，结果我一上来啊就更绝望了，这什么都没有嘛。这样，你去进屋休息，我帮你找吃的去。不要，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待着，都这么饿了，一定得保存身体里的宝贵能量。真聪明，我谢谢你啊，心真暖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救救孩子吧！怎么了？房子有问题？不是，房子没问题，我们俩有问题。饿了，能卖我们几个红薯吗？哦，就这事儿啊，还卖什么呀？你要几个？六个。哎呀，我给你凑个整数吧啊！谢谢叔叔。哎，没事儿。来，来，借好了啊！哎。谢谢，哎，不客气，拿着吃啊。谢谢叔叔。哎，好。跟盛景初吃上晚饭了没有？也不知道来个电话。不许打。不是我打个电话问问。不准打，你别打扰人家。那好，不打不打不打啊。哎呀，我这今天晚上怎么了？怎么似的？这怎么浑身湿的不舒服？我回房间躺会儿啊，你那个早点休息啊。回房间可以，不准打电话，不准关门。那我再看会儿。不就现在吗？完了完了！不，真甜，我真喜欢这。那我们以后可以经常回来这里。我去拿点水吧。我去吧。你别动了，那还有几个，你看着点，别烤焦了。小七应该是把水放在厨房白色瓷罐旁边咖啡色的柜子里面，能找到吗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看得到颜色？
下你的治疗，唤醒夏夜的喧闹，黑的白的沙滩的颜色，伸出手去触碰不到的那些美的早已忘的，因为你又开始舞蹈，你的出现照亮我的世界，温暖我的夜，叫我看见生命就像蝴蝶，破茧后才能飞越。的力量，啊，教会情。